这些烂鼠肉食之若孽不吞吞，气煞咱！哎，你想法子给咱找点好东西尝尝如何？老夫馋那必有馋的紧，在此干旱之地可能寻到。 Thank you.
偶尔吃吃素也未尝不可。事情有了些眉目，那黄金之国真与这不毛之地有关。传说中黄金之国是太阳西沉落海之地，那里的人们以鼠为尊。只是不知怎的，后来这个国家就消失了，很是奇怪。适才咱尝了尝那些鼠精鼠怪，咂摸着像是还带点人味儿。那古国移民不会寂亡，黄风怪与古国的神秘校园恐怕过不了。说是到时自有用处。时候到了，咱这就回老地方试上一试。小猴子，我在这里，拨浪鼓摇一摇。你见过爹爹了？爹爹哪里去了？好可怕，大家围着我，他们都说是爹爹把村子里的人带去给妖怪吃了。骗我？我才不信。
小猴子，我在这里，拨浪鼓摇一摇。爹说风烧散了病就能好。哎，你看你就是外乡人，别皱着眉头，这里可好玩了，有躲在石头里的老爷爷，有在村子里偷酒喝的猪，还有在井底的，不告诉你，嘿嘿。阁下与我十分有缘，黑风山一别
竟还能在黄风岭相见。这帮鼠辈不分好歹，大婚说送去什么这里的妖怪，我哥阁下放这黄风岭，黄风这样的，我奉劝哥你放心，我自有。你行还虽还是快些，我大师为此地人多，这黄风岭猫鼠同眠，乱作一团，黄风大圣却不闻不这样的大王，谁敢投拜？我奉劝阁下赶紧逃命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放心去，我自有法子逃生。不得差错。
好厉害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这个地方只有我和爹爹知道，嘻嘻。偷偷告诉你，有个帮我治病的好朋友就住在下面。哎，好久没来，也不知他自个儿的伤养好了没有。你也一起下来玩呀。
为何？赴古国如何？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。你看，黄金之国也好，落日之国也罢，都已不复存在。传说这里的茫茫沙海之中，曾蛰伏着一只上古巨虫。这巨虫平日里沉睡地底，无踪可寻，一旦醒了便会钻出来吞噬人畜。偏偏他外壳坚若磐石，寻常刀斧弓弩难以穿透，往来商旅不敢靠近，周边小国更是苦不堪言。适逢一只黄毛雕鼠下界，途经此地，感应到那巨虫身上似有无上佛力，于是施法镇住巨虫，收为己用。小国国王大喜，将鼠妖奉为护国神圣，更为他建庙塑像，世代供奉。鼠妖徒修炼方便，干脆留了下来。后来鼠妖神功出城，掳走了唐僧，与孙悟空激战于黄风岭，一时风沙蔽日，日月无光。那鼠妖的神风着实厉害，若非灵吉菩萨出手，怕是真经难取。只是没了鼠妖所镇，古国自是难逃覆灭的劫数。而原本水秀山清的黄风岭，也变成了今天这般模样。
回哪儿去？再往前，小命不保。吾乃黄蜂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锋。不识祈祷，拿你这凡夫给大王做干将。出手，助我大王相邀。我家大王打灵山而来，不忍见此地百姓受苦受难，出手相邀。只是那妖怪道行不浅，你若肯施以援手，定然事半功倍。王就在前面，在下修为尚浅，不便前往，还请高人速速赶去。实不相瞒，我洞中还有未成人的两个孩子，不能再次送你。啊！
原是曹可，吾有因似读诗缓何故？吾有因诸色往往何故？吾有因慈悲颠倒何故？吾有因杀眼离弃何故？誓曰来生正途，安于旧，藏战于手。